位于国姓乡南港村上深山的港湾国小，曾经面对着背后的命运。在校长和老师用心经营之下，努力推动客家文化以及特色的教学。成功今年度新生仅仅三季，学校也是特别安排一场迎新活动。各校长带着刚入学的学生来参观校园，也有新学生向校长和老师来奉茶，教育小朋友遵守正道的观念。学校也准备吉祥物和小礼物要来送给小朋友。国姓乡江源国小的迎新活动，三位新生打扮成可爱放假人物，在校长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校园环境，介绍当地养乐产业，并且翕相留念。校长跟你我们介绍，这是我们的港园小鹿鹿、哦、那因为我们港园这边有养什么？鹿鹿。养很多水鹿，对不对？你们家有没有养？有哈、哦，虽然我们学生数少，但是我们还是致力的来推动我们客家的文化。那今年我们三位新生都是客家的子弟，那我们希望他们到港国小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之后，可以好好的来学习。随后校长带小朋友进入活动中心，进行奉茶仪式，介绍学校主任老师和新生来认识。并且向孔子来敬礼，教育小朋友学习遵守中道的观念。好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客家文化传统的精神，培养我们学生认识我们在地文化，把我们港元国小这边传统的文化好的来发扬。今年港元国小连新生在内，总共有19位学生，曾经面临废校的命运，和家长真烦恼。本来拢要读港元国小，啊，就伊嘛无人就甲迁入来咧。烦恼是会啊，但是因为即嘛人口是渐渐拢减少，啊，过咱只庄卡吼做农的比较生活卡。较有问题，啊！但是港元是保持到即马，拢大概拢要有三个。虽然政府的教育资源经费不足，但是校长表示，为了偏向学生的教育，一定会努力来办学。那家长都很担心学校会被裁并、哦、不过、哦、我也跟家长还有我们同仁齐勉、哦、不管、学校未来会不会被裁并，但是我们。还是要尽心尽力的来教育好我们的孩子。为了要祝福新生平安到大汉，学校准备吉祥物，还有很多小礼物、糖仔饼送给新生，希望帮助他们早日来适应学校的生活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